他把二锅头倒在孩子肚子上，然后再戴上手套进行消毒，把软管割开一分为二，塞入酒瓶之后，再用胶带把瓶口密封。随后，他拿出一把美工刀，就要给昏迷的孩子做手术。孩子的母亲在旁边一脸紧张，而他并不知道这个男人从来没给人做过手术，而且还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就在几分钟之前，他经过这里，正准备去医院面试。720吗？ 哎，我们的这个南湖下城广场这儿有个小孩受伤了啊，被玻璃砸到了。我不知道啥情况，你过来看看。你说什么呢？如果是成人，你没有错，但他是小孩子，你按住了他的呼吸道，应该把手放在伤口上方，靠膀侧上端，不要压着呼吸道。我看看，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 是什么问题？啊！刀，酒精。哎，他被冻结了！站住！走，开堵路，等我他！这么慢啊！你这全不了，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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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里的专业成绩一直是第一，还拿了4次一等奖学金，在 SCI 发表了3篇论文。这样的博士生我还没见过。他有阿兹伯格综合症，外科医生是要进手术室拿刀的。 叫救护车，马上就过来了，是吧？在这开刀！哎，别！你再想想其他办法行吗？救护车估计还有15分钟到，你孩子还有2分钟。气体排出，肺扩张，气胸判断正确。 你救了他，谢谢你，谢谢你，我觉得谢谢你。你的爸，去哪家医院？我们去普仁医院。我是普仁医院的医生，上来吧。 心跳每分钟80次，问题。刚才变了，地震幅，地震压。八岁胎儿被C玻璃砸到，心腹部多处损伤。心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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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我们处理，已经出血了。我们会抢救的，你快。他要坐超人给我坐超车，坐心超。要罚我们付钱。他肯定是要会死的。他出去，他会死的。等等，这里呢？滚！坐心超。大天才是不知道啊，我还一大堆活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迟到的应聘者耽误每个人的宝贵时间。心超，心超，心超，看一下这个急救装置，是个单向滑吧，有点意思啊。心跳血检和常规检查显示一切。做心超，不要抢救，会上来。主任，您觉得需要的是做心超吗？为什么？警察叫。任野。你刚才为什么问我要不要做心超？什么人？就背个双肩背，拿个大水壶，应该是同行代替惯的。我刚才也见过他，但他砸手术室的门呢，吓我一跳还。我刚才行程可好，好像看见了。你去找找吧，他叫我。现在。声音。做心超，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儿啊？这是应聘现场。谁受伤了？他在哪儿？在这儿，就在这儿。 这连句话，不是你说清楚吧，话好吗？一个医生连起码的表达能力都没有。潘院长，那你来干什么？我找他。
到底发生什么？刚刚外科送来一名八岁的患者，是他在现场做的急救，现在患者血压莫名降低，我们需要找出原因。那赶快带陈辉去手术室，快去快去。你过来。江远，要不要一起过来看看啊？再做一遍心超。麻烦再做一遍心超，谢谢。玻璃碎片，不用急了，这时候人比机器好使。走。谢谢。还真在这儿。成功了。咱们把刚才的会开完。陈辉，请问你当街开胸不是无菌环境，一旦感染你考虑过后果吗？因为姐姐。大点声好吗？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死在我面前。姐姐死了，陈辉发誓不能让任何人再死在我面前，绝不能再让任何人死在我面前。陈辉，你不是孩子，你马上就是陈辉医生，把你的想法大声地告诉大家。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仅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医学誓言要求我们每一个医者，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不可以见死不救。作为院长，我认为这一点就是我们普渝医院必须的聘任标准。祝贺您，陈辉医生，明天正式上班，我回家准备。你是跟着我干什么？哎，您别这样，您误会了，他是跟我来这边的。求求你，救救儿子，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求求你。什么情况？不是你现在行，特别严重。妈没求过你，离了婚我也带着儿子又走了，从来没给你见过任何一个妈妈，现在儿子就得你来救他，没有别的办法好吗？闭嘴！现在要我做什么？拿钱说。我说一句，医药费、手术费都算我的。你儿子未成年，体重也不大，所以需要的量应该没有那么多。非得说我来干嘛？罗晨宇是七岁，但是要匹配到合适的外形就需要等一个月、两个月都有可能。他情况比较危急，应该是等不到。我有脂肪肝。有脂肪肝，那不能捐。但是你儿子剩下不到30个小时，我们现在给他上的是人工肝，人工肝最多能撑到30个小时，一旦发生多器官衰竭，人就走了。我出50万，100万，这里是医院，不卖器官。我能现在你去做个体检吗？我做什么体检？万一你想通了呢？我再想想。罗晨宇是你亲生儿子，他没多少时间了。我说了，我想一想。能让我想一想吗？没有脂肪肝他也不会捐，他就是在说谎，就是不想捐。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你一直跟着我干什么？哎，您别这样，您误会了，他是跟我来这边的，这是产科，您来这儿干嘛呀？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回事？你去哪儿了？我刚和陈辉在产科看罗海涛了，他现在老婆怀孕了，而且马上就生了，预产期就这几天。这下龙海涛更不会捐肝了。我儿子出车祸，肝给撞坏，
妈妈打电话给我，那意思是希望我给她全干。你别激动啊，他是我儿子。我们可以想想办法，我们可以找找关系，老公。找，能找的关系都找。你把电话给我，我去找他，我去找他。你别激动。不是，你是我老公，他凭什么要逼你啊？那罗振宇是我儿子，他不找我找谁呢？如果你出了意外，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不会，不会。你等会儿叫护士。护士，他不是急性肠胃炎。你眼睛看东西模糊吗？他需要眼科做一个会诊。还有，他得的是子痫前期，不是急性肠胃炎，需要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主任，跑到妇产科的果中了啊？他的呕吐呈喷射状，血压升高。他是子痫，不是急性肠胃炎，再不治他会死。少说两句，没人敢担那样的。你起来，给吴主任道歉。对不起，出去。老郭，你们产科这新出的报告就是子痫吧？哎，这不是刚出的结果吗？罗先生，马上给你太太准备手术了，你赶紧过来给我签个字。您等会儿，我太太什么情况？为什么要动手术？子痫需要立即手术。那就是他刚刚说的呀。那他刚刚给吴主任道什么歉呢？我那吴主任干什么吃的？可以啊，你去应该在产科。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去全干？我没有。公，我不全。啊，我不全，不全。就在这等我。我给你站岗。王先生，我想见一下我儿子。小兔崽子出生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后来我跟他妈处得不好离了，所以我跟他也不是太亲，妈妈始终不让我见他。我都不想看到你，更不想让我儿子看见你。最近刚才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就跟一口他第一口啤酒还是我让他喝的，毕竟是我的儿子。肯定得去。罗海涛，哎哎哎，女孩啊，你看一下，来，辛苦了。走吧，干活。那一会你会在吧？你在我踏实，我看出来了，你在这家医院混得也不咋地。但是我相信，你以后会是个好医生。儿子，妈妈在呢。没事的，放心吧。我现在没事的。陆海涛，这么多年我没让你回家看儿子，是我错，天错，全是我的错。以后你随时可以回家看儿子。我不信，你可拉倒吧。真的，随时可以回家看。你说真的吗？真的。你和我喝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真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不欠你的。出发。谢谢啊，谢谢。罗海涛手术成功。恢复血液，手术成功。提前15分钟就行了，生病比以前啊酗酒很厉害，以后就别再喝酒了。我儿子怎么样？还在手术中，估计快出来了。哪儿不舒服？告诉我。准备抢救！快走，快！马主任，阿特饼0.5毫克。附生素0.1毫克，进腿。阿托品0.5毫克，附生素0.1毫克，进去。就在。来，换。500毫升生理盐水，5只肾上腺素。快，好的。看着点，
出去。签字的人是罗海涛的前妻。您是说罗海涛上手术台这件事他的现任妻子完全不知情？他的前妻知道？您是开玩笑吗？是情况紧急，总有人签字吧。再说这些都是罗先生授意的。刘主任，这下麻烦可大了。我觉得罗海涛的死可能是因为我插管事故造成的。担当是好事啊，你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往自己身上揽。目前观察罗海涛的面部无反感情况，颈部也没有明显增粗。如果要想确认是因为你的插管失误造成了他的死亡，就必须得对他进行解剖。家属确认之前，我们都不能动弹。所以现在别想太多了。这事儿确实太棘手，而且都是外科自己搞出来的。我建议还是外科自己跟家属亲自沟通。外科没打算甩锅，张科长您多虑了。老太太，你们是？我们是外科的医生。外科的医生找我干什么呀？我老公是不是去做手术了？你们是不是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给我老公做手术了？他现在人在哪？他，罗太太，你听我跟你说。我不听你说，我要找我老公。我老公在哪儿？我们深表非同。你什么意思啊？手术后去世了。去找我老公。哎，我老公在哪？去找。你快跑，我不能下床。我老公在哪？你告诉我老公在哪，我要去找他。不能激动，伤口还没恢复好呢。听到最坏的有吧？死者的妻子已经确定要起诉我们，而且已经报案了。电话医院，死者家属不同意解剖，所以没办法出死亡报告。医院会和你们共同面对。哎，别这么沮丧。你拿病人东西了？罗海涛在进手术室之前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他说，相信你自己，你会是一个好医生。他说，我是个好医生。你开玩笑的吧你、啊、他就是说我是个好医生。你有没有收罗海涛的红包？你这就是哪一说啊？这孩子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医院的纪律、实习医生收受红包会立刻停止实习，遣回原学校。在职医生护士收受红包会被立即停止。
你知不知道？听我问好，这是我俩的秘密。嗯？你拿病人东西了？东西放哪了？在家里。钱？你拿病人钱了？我不知道。你把那个东西放哪了？在柜子里。哪个柜子？我就一个柜子。院长，你怎么连这个陈辉的家都没事？我是看不见长大的。陈辉就住这儿啊？对啊。嗯？这潘院来都来了，怎么不下车呢？避嫌呗。丈夫罗海涛留了份遗嘱，妈妈，我最不想的就是你看到这封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封什么遗书之类的给你，但是我要你知道，这一切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不怪任何人。我没有办法跟你过着美好的生活，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面一直惦记着我曾经有机会可以救我自己的儿子，我做不到。马兰医生，我们看看罗振宇可以吗？他所有的生理体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请进。这位就是罗海涛先生的太太杜梦。罗晨宇，她是你妹妹，她叫罗晨恩，你看见了吗？罗哥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相信你有这个担当。小雨，小安，如果你们看到了这封信，不好意思，那就是爸爸先走了一步。小雨，爸爸对不起你。在我跟你妈妈刚分开的时候，我一直想去找你，但是总见不着你。是我伤害了她，她是一个好女人，她一个人把你养大不容，所以你要听话。我这一辈子后果无数次打搅，但是我最幸福的一次是咱俩和的那次。我就喝一口。谢谢你打电话给我，我让你知道你是我的骄傲，你现在有个妹妹，我把她托付给你了。小云，小恩，我好想陪着你们长大，送你们去上学，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参加你们的结婚典礼，然后帮你们带孩子，可我做不到了。对不起，小雨，请带着爸爸的肝，好好活下去。爸爸爱你们，爸爸特别特别爱你。取消了对我们的指控。知道了。确定不是因为我们？100%确定。到底什么原因？手术时间长，下肢静脉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流导致肺栓塞，抢救无效。这个点我没有想到，合理。没事儿，管住嘴，注意营养均衡，配合消炎药，这批调完之后你就可以出院了。他不能出院，他体质较差，未必能快速吸收残留积液，建议留院观察，做 CT 腹部平扫，排除膈下积液和肝中积液。我给他开了多胞复析，他现在不会出现标准，但未必能排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双面超红，体温升高，护士量体温。他可以出院，
他今天必须出院。莫名其妙吗？他这个，他让你量体温，你就给他量死呢？行了，莫名其妙。陈辉，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自以为是。你知道什么是自以为是吗？啊，老子天下第一啊！你是天才，我们这么大的医院，这么多医生，我们都不是医学院毕业的。你说的那些书本上看的那些，我们这么大的医院，这么多医生，我们都不知道。你脑子里边装的全是水。用无水酒精做肝囊肿硬化，彻底阻断囊液产生，这样可以出院。可是我们没有无水酒精啊。那个无水酒精厂家，我打电话问过了，他们已经停产了。为什么停产了？人家不挣钱，所以停产了。那他们可以再给我做两瓶吗？2万瓶起步才能生产，人家正生产鲜爽水呢。哎，不，去科研楼的地下仓库试一下，那边教学的时候应该会用到这东西。罗志国这一生病了，他的奖金应该也没有了，所以我让罗志国出院，有毛病吗？不是为了自己吗？模拟气管插管200次，练手术失败的责任不会让你扛，主任会扛，我也会扛，但你自己心里的问题你要自己解决。两瓶。主任，陈辉找到无水酒精了，赶紧给鲁智国用吧。我给鲁智国办了出院手续，他已经出院了。鲁智国不能出院，我是鲁智国的主治医生。肝囊肿术后可能会造成胆漏，鲁智国有生命危险。上面有电话，把人找过来，这是出院记录。卢先生，您现在必须得回医院一趟。您知道烧成的病是谁吗？谁啊？老人的初恋女友。刘春梅，我害怕。别怕，我主刀你还不放心？如果我那个，我们还得麻烦你。没有如果，有我在，有马兰在，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不然干净，下手轻。干什么呀？这咋能签呢？他敏如的妈妈前年夏天去世了，我在国内没有亲人，我不签谁签？患者家属，你怎么能签呢？你真不考虑马兰的感受啊？大学毕业那会儿，敏如一脚把你踹了，自己就出国去了，你好日子没你死过。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呀？老房子着火呗。我刚才是控制了自己的情绪，要不然我冲他动手了。情绪稳定吧？等他稳定之后我才出来的。何董，嗯，你怎么看这台手术？这得根部全切，这尝试啊。根部全切对女性比较残酷，但是从保命根治的角度，确实还是只能选择这个方案。天才，谁家房子着火了？开会。12床患者，女，34岁，发现左侧乳房肿3个月，同侧腋窝淋巴结肿大，穿刺活检提示3阴性乳腺癌。我跟主任商量一下，建议采用乳腺癌保守根治术，加前哨淋巴结活检，如果淋巴结有转移的话，就加做腋窝淋巴结的清扫，术后辅助放化疗和免疫疗法，希望能够在保证疗效的情况下保住外形。我反对，应该全切加腋窝淋巴结清扫。我们是考虑患者的意愿，患者本身是，我理解，但我依然反对。哎，咋的？我听说你们在讨论12床的手术方案，我跟刘主任是12床的好朋友，我过来旁听一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敏如已经是3期了吧？是。那么，这个方案合适吗？应该全切。所以，整个外科就只有陈辉医生一个人觉得不合适。原野医生也是这么想的。龙医生也觉得应该全切。我没说啊。你说了，就刚才在办公室，王凯医生、白纯医生都在。王凯医生还说，刘主任，你老房子着火了。开玩笑，你就开玩笑，你老，还是年轻人在这开玩笑。我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这老人提出的方案，啊，这个年轻人老板对啊，他推翻我们，这不着急上火，我是新这个新房子老房，我年轻人不懂幽默。啊，手术同意书签字了，我没钱，没跟你说，没钱，你看真没钱，对吧？美如呢，这家人都走了啊，这国内没有亲人。刘主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同意书你得签啊，我们跟他十几年的老同学，他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谁爱签谁签，我不签。行，我签。你今天在办公室签字那一下特别帅，让我觉得特别有面子。我真是由衷的觉得我娶对人了。神经病，又让他不兴奋。兰兰，嗯，我总是给你添麻烦。哎，周主任，我就想咨询一下乳房假体再造，
不，不过我是我家里人要做。呀，太好了，那太好了，谢谢。没事，我可以。有什么事叫我。好的。你出去！我真的行？别急，你放心吧，有老刘呢。放心。手术开始。准备切除肿瘤边缘组织，方经理。麻烦快点，手术在进行，流程的手术。主任，3点钟和6点钟切缘阳性。谢谢，重点。我猜这次一定是阴性，加一包。主任，3点钟切缘还是阳性。谢谢。主任，3点钟切缘还是阳性？再见。主任，3点钟切缘还是阳性？再见。主任，要不要改为全切除？再往3点钟方向切，保你的价值不大。我想这是最后一次，这次把前哨淋巴结切除。好了，开始。喷射性出血，可能损伤了小动脉。稍微压一下，继续送诊。可以再快一点吗？别怎么做，找不到门去就这个。血压目前85/10，走吧，对着。别扔了。这是路。确认阴性，全场淋巴结活检阴性。缝合吧。我不走，我要当外科医生。重点就是今年的住院医师制度改革。咱们科只有两个留院名额，也就是说，陈慧、袁野合同，你们三个在年底考核的时候只能留下两个。当然，我不希望你们因为这个通知思想上有什么负担，也不希望你们胡思啊。何同，说说你的看法。因为听到这个消息，我突然有点心疼你们俩。袁野，我觉得呢，二位首先要感谢我的不杀之恩，但是在工作上肯定比他们俩超过一大截。陈慧，我不走。我要当外科医生。您是演员啊？啊，小鬼，他真是演员，不是隔壁金星哥跑来串门的朋友。我妈都看过他演的电视剧。是我那个前两年我歇了2年，我没怎么拍戏。嗯，这是我复出的第一部戏。发现您不光是医术高明，关键气质还特别好。我就想您能不能教教我，就是怎么样可以演好一名医生？要把一名医生演好的话，一个医生该具备着什么样的？我们就是一群普通的外科医生，咱们来聊您的病情。聊伤口吧，没见过他这样。检查结果显示甲状腺问题非常严重，压迫呼吸道，随时可能会休克。这病人还穿着医生的衣服呢，这么看病不合适吧？要不然您先把衣服还给我们。哦，对，那咱们回避一下。怎么称呼？哥，我叫张可嘉。啊，别叫了，叫我刘医生怎么样？好的，刘哥。王哥，你看我哪病了？你给我治治呗。不要叫我哥，叫我刘医生。他得的是端末型甲状腺微象，甲亢当中比较危急的一种症。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随时可能会昏迷休克。要不这些咱先不是。请控制情绪，情绪波动大可能会加剧病情。他这个基本上术后3天就应该能下地了，具体还要看他恢复情况。谁让你跟剧组说的？我要不跟他们说，那他让你下午就回剧组围读剧本了，那咋办？那也不能说。我没说咱们多严重，我就跟他们说咱们做一个小体检是为了更好的拍戏。这演员一茬一茬的，所有人都在骗，我不敢听啊。陈文医生，你要不先回去吧，我替你看着他。学论文可以再待会儿。知道今天是我值班吗？不知道。反正你就是在陪我值班，你要热了跟我说，我那有好吃的。都这个点了还这么刻苦，你们是要高考呀？这可比高考可怕呀。这是我的剧本二，你看，我发现你们这医疗用语太难了。主任说了，这2天就给你安排手术，你必须得好好休息。
错了，你刚才念的是阑尾切除术吗？是，医生，张医生是不是？全会。你方便跟我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阑尾炎手术，一个医生就是手术什么状态啊？你演的是老医生还是年轻医生？你会不会聊天啊？你看我长这么年轻，我能演老医生吗？都有可能。年轻医生第一次做阑尾手术的时候会很紧张，因为阑尾会在腹腔内游离。第一次做阑尾手术，找阑尾可能会花两三个小时。我觉得你说这把肚子拉开，然后找两三个小时没找着，我估计要吓晕了。就那个分寸，我现在有点拿捏不准。怎么拿捏分寸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可以带你做一次手术。你站了我的位置，你现在是助手，过来。首先，我们要找白石点。太棒了，太专业了！你一定是做了很多台阑尾手术吧？今天第一次，来不及，等不了这么久。小董，晚上插管。佳姐，这边，你在这儿让我怎么插管？你练了那么多次，就为了这一次，我相信你。可以的。来要手术，耽误我拍戏，我肯定不手术吧。姐，你要是在现场等，救护车把你拉走，剧组一停，你可就得罪所有人。哎，行了，你回去吧，我看着剧本。我觉得吧，咱们现在要是不给张可嘉一个可以回到剧组的肯定，他肯定会拒绝治疗。有道理，而且主任，咱们得派人跟着他吧，我感觉他要跑。有道理。陈辉，你负责看着张可嘉。嗯。什么？主任。我提出来的，为什么不让我去啊？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主任心里面明镜而视的，有道理。啊？为什么要给我做手术呢？我明天回来照样可以手术。张可嘉，小董，晚上插管。你在这儿让我怎么插管？你练了那么多次，就为了这一次，我相信你。可以的。插管非常到位啊，可我违规了，主任。但你救了一条人命啊，在那么简陋的情况下能做得这么好，手术开始。手术开始。打孔的隧道，接了枪械。这看不清啊，看清了。打完保持被动啊，回头你看啊，一定要避开骨反神经，保护声带部分。下来。插上吧。你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吧，哥。啊！你说我们这是完得了吗？啊！对不起，哥，对不起，哥，给他个机会，记着我哥，哥，你现在是我亲哥，现在开不了机，哥，我给你机会，谁给我机会？张可嘉是好演员，他很努力。你谁呀、啊？张可嘉是好演员，他很努力，他一直在医院里面为了这个角色努力。你可以为他保留住这个角色吗？哪来的这么一院了？哎，你赶紧让开！你不让开，我抽你了！你干嘛呢？哎！啊！你赶紧放我下来！我真有事儿啊！你不答应我，我就不放你下来。我答应什么呀？这事我输了不算。不行，你不答应我，你就下不来。你先放我下去啊！你先答应我，我放你下来。哎、老同志，你帮我管管他，你干帮帮忙。把他放下来，不放。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啊。龙辉医生，你先回去。他不答应我不回去。回去。现在感觉怎么样？特别好，我都讲的下跌。只要你好好休息，三天就可以回去工作了。谢谢龙哥。客气，谢谢何医生，你救了我命。客气，应该的。导演威胁，大鹏哥，我们全组都在等可嘉了，这个角色必须给张可嘉留着，你赶紧过来签合同，让他在医院多卧底几天。怎么做到的？什么？谢导演，这和你没关系。你一个医生，不需要明白这些，或者说。暂时可以不走，潘院长，现在这个医疗剧啊特别难排，你看这场地都特别难找。这一次啊，幸亏你的大力帮忙。什么情况？怎么着你又去了？昨儿的，快点！哎，你们仨又穿错衣服了，服装。好，什么道理？好，拍。
几个月过来当学员啊？什么关系这么硬啊？手术室就住院了？什么关系？刘哥，反正不是刘哥的关系。眼都笑成黄浦江湖了。科长，哎，这就是潘院长。哎呀，哎，院长，您得也给你们俩个角色。不工作还有事儿？我懂，懂。谢谢。您哪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受吗？什么感受？很有成就感。其实不光是你救了他，他也救了我。今天晚上我请客，地方随便你们俩挑。我要洗了，随你们俩便。但我告诉你，何佳姐肯定会拒。停，可以喝。我们可以明天多写一点。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一块喝酒。走，我们喝酒去。走，这回你太固执了。如果你错了呢？你就不是在他们伤口上又捅了一刀。要是对了呢？再验一次，求你了。常辉，姐姐她真的死了吗？她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是我给她安排的后事啊。我看到她了。确实太像了，可她确实不是你姐姐。我要帮她，你不要被干扰，我一定要帮她。得让他进病房，不能再让他在走廊里躺着了。是不是把早幽粒细胞的 PNS 阳性误认为淋巴细胞的 PNS 阳性？你是说我瞎？你再看看这细胞的分类，这骨髓的浸润很严重了，治疗也活不长了。您可能得做好心理准备，初步诊断是淋巴瘤晚期。我知道。可能不是淋巴瘤，是酸性粒细胞高，还有一种可能是血吸虫病引起的巨皮。血吸虫病？再验一次血就知道了。琪琪的病已经在别的医院确诊了。再验一次，求你了。我的血管太细了。没事儿，就抽完这管血就好了啊。妈妈，你别担心。做一次 CT， 我出钱。神会医生，搬好床准备急救。琪琪，啊，有没有摔伤或者可能？啊，没有没有。严守干护士，楼班你好，血氧上限堵塞内口，缺血库，要四单位 B 型全腹部细胞，准备穿刺。内脏破裂，准备剖腹探查。今天这台手术你来主导，我跟白城配合，王凯做三主。院长反复交代，陈辉绝对不能参与这台手术，你忘了？老刘，叫你一声主任啊，别冲动。你能分清楚什么时候是迷雾，什么时候是病人？陈辉不行，别给他太大压力，他就反而害了他。你到底去不去？竟然！如果早一点，我也许能救。他是我的病人，不要去。那这将是你人生第一台手术。第二次，当揭开胸是第一次。准备手术，准备手术。刀，刀。陈慧娇，有你的问题，你可以的。陈医生，我是不是很快要死了？不管你面前躺的是什么人，他都只是人。作为一个医生，你要做到，你在意的人，在你的手术刀下是最安全的。脾脏破裂，剖腹探查。左旁正中侧切口。淋巴瘤，脾脏浸润，脾脏切除，手术结束，你做得很好，你很棒。王凯，官副，手术还算比较顺利，病情暂时得到控制。谢谢，不客气，回病房吧。就为什么我每次想要去救的人，我都救不了他？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但是我救不了姐姐。
我也救不了琪琪。不是你的问题，整这是我的问题。你这么好自己没用，赶紧回家睡觉，这是命令。陈医生，你一夜没有睡吗？我睡过了。你骗人！护士姐姐说你陪了我一个晚上。去拿快递，睡觉吧。谢谢，快走。叫值班医生，叫马主任。什么情况？肾衰竭，需要做肾移植。别害怕，有医生。陈医生，你一定要睡一觉，答应我。嗯，我会再来看你的。陈医生。你要放弃治疗，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一直在这儿做化疗的话，对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了。学长，阿尔茨海默，你说我还没老，你就痴呆了？哎呀，哎，你有没有觉得我痴呆了？最近龟我还没带出来，我先吃它呀。今后神龟，我知道你想让我照顾，放心吧，我会安排好，你别操心了。他不是姐姐的，我知道。那你就回到岗位上，否则你会丢掉这份工作。他有机会活下去，但是没有人给他机会。可是术后那部分不是你的工作。我不，陈辉，陈辉。干嘛不理我呀？为什么不让我做手术？当时啊，我特别害怕你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姐。我们医院通常不会安排医生给自己的亲属做手术，不过你的表现完美。嗯，你阿姨也为你高兴，特意给你做的早饭。他不能出院。谁啊？嗯，琪琪。啊 ，ICU 那个淋巴瘤晚期的女孩，嗯，患者家属现在决定回家保守治疗，所以我们得尊重人家呀。我一定会找到办法救她的，但是她不能出院，出院会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医生，此时此刻你的表现非常的业余，以及非常的幼稚。我们出去说。不要出院。为什么？一定有办法。可以吗？可以吗？我们受不了了，不要一次一次给我们希望了，行吗？不要了，行吗？我就想不一辈子，我天天都跟他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去过游乐场。对不起，陈医生，谢谢你这几天对琪琪的照顾。琪琪，给你的。你今天没有叫我姐姐。姐姐，给你的。琪琪。你不是一直想跟陈辉医生合个影吗？我们现在拍一张。这样，小声。走，陈医生发现我走了，他会伤心的。陈医生还有好多病人要照顾呢啊！可是我都没有和他说再见。我回了家，你随时都可以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我没有他的电话。我们先回去啊，我们还得赶火车呢，好不好？啊！这是我自己车的。听说如果有人收到很多很多这种鸟，就会有好运气。
山。陈医生，您没必要过来。这是他每天需要注意的事项，我写了120天的，如果是顺利的话，他可以活过半年。坚持过了这半年，我会继续写，我不会放弃，我会继续研究。你是个好医生。我也好，我一定会治好你。你是想要我命吗？是想偷我肾吧？今天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白大，你想让我死就直说。小凡，小凡，大家伙听听啊，我是第一个来这个医院的。不管怎么论，我都是第一个换肾。他们现在明目张胆的抢我的肾。下午有一个肾源到位，国家器官分配系统决定把这个肾源优先配送给九成。啊？九成和三手床的分型配对是一样的，这要传出去，我担心他会炸锅啊。他们俩的分型虽然是一样的。那你看这个九床的交叉配备点要多于35床，所以对九床来说更合适一些。主任，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您觉得他能听得进去您这些话？胡说成狗了，我马上发到网上。你们在嚷嚷什么呀？你们亲眼看见了吗？干啥去？做透析。自己看，竖着看。大哥，这是不是动不了透析啊？没有骗你吧？你是尿毒症，他也是尿毒症，大家伙得的都是一个病。他现在马上要去做透析，一刻都不能等。你们拦着他就是在杀人，这个责任你们担得起吗？偷偷把别人带过去。哎，算了吧，冷静冷静。林香，我本来就排第一位，为什么来个加三的啊？说，你想让我死是吗？你们安的什么心？手床的突发紧急状况，昨天晚上差点没有救过来，他现在马上要手术，再不手术就是等死了。我等了大半年，我也是死扛的。你今天不说明白，我就瘸子在这儿，立刻马上。你相信我，我一定帮你好好安排。我不信了。别激动好吧，我先问你句话，到底谁告诉你今天有事情？我先问你一句，我是不是排第一？你们为什么偷我的肾？先别激动。哎，李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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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小姐，停，不能走。李翔，听得见我说话吗？找个安定性推，安定上，安静推，过来，李想，放松，放松，放松，李想，哎，可能是食管胃里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刘烨，垫高腿，逆止血，逆止静推，出血方向0.4，必须马上手术。他这情况，透析意义不大，再不移植的话，然后只有只给我们一个肾，我走了，送病房，护士驾驶，来，这。哎，九床怎么样了？刚做完透析。董彪，董彪，董彪，董彪昏迷，呼叫董彪的管床大夫。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主任，九床董彪，大小紊乱，透析已经没法矫正了，再不做移植的话，估计撑不了多久。肾源到哪儿了？刚才问过了，路上车祸被堵住了，可能还需要2小时。啊？还堵着？堵半天了，我这病人都快不行了。肾源堵在了人民路上，动也动不了。董彪情况也恶化了，我得马上准备手术室。你把司机电话发给我，我现在就去。啊。你们在哪儿？啊！我是回医院，快把声音给我。有没有身份证证明？我没带证明，先把声音给我。没有证明不能给你。来不及了，你别来啊！现在外面怎么有水情？什么？你笔记被破坏了，来不及，给我。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换给你，换给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主持人。哎有问题吗？再没办法，没办法，这下麻烦了。三助手李想也病危了，我今天还要评副高的，你
这手术不能做，你手术没做完一会儿警察过来了。来，咱们科从来没有一天送走两个病人，我不希望破这个记录。你下班了。哎，你不用着急，马上就会找到合适的肾源，下一个肾眼一定是你的。柜子里有两个盒子，有两块表，是给我爸妈复婚的。他们的婚礼我肯定赶不上，就你的事儿，万一我挂了，替我参加他们的婚礼，把这两块表送上，就是说我未婚妻行吗？哎呀，你真想多了，你马上就可以出院了，身体马上就好了。我已经衰竭了，马上要死，我不想受罪。你有药吗？给我个痛快行吗？你知道吗？每当我希望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便会向月亮祈祷。这不科学。真的准。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然后跟着我念。月亮月亮帮助我。月亮月亮帮助我。帮他好好活下去。月亮帮助我活下去。一定要帮助他好好活下去。哎，喂，你好，是那个OPO 组织吗？啊，我是蒲云医院的外科医生王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我现在想申请一个加急的手续啊。我们呢是今天拿到一个供体，对对对，今天拿到之后呢，但是因为路上出了点意外，所以当供体到达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间已经晚了。35床，准备一次手术。愣着干嘛呀？快点！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先去准备。周焕，主任说这台手术你不需要跟，你先回去吧。那我去观察室吗？你还是先下班吧。参与了这台手术就算是违规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悬浮红细胞四个单位，血浆两个单位。悬浮红细胞四个单位，血浆两个单位。手术开始。医院嘛，除了医术精湛、治病救人之外，还应该大力发展医学研究。你先到放射科去挂个职。我要当外科医生。听说昨天主任把你从手术室轰出去了。之前呢，你俩在食堂里边互撕的大戏，我也有幸观摩和学习了一下。啊，陈辉，你老缠着小女孩干嘛？刘振威，这是一个外科医生该做的事吗？哎呀，你缠东西，问干嘛呢？让让着。有组织无纪律。最后一句话，陈辉。能好好干就好好干，不能好好干走人。你啊，挺有才华，但就是不开窍。老天爷爱开玩笑啊，就为你打开一扇窗，他一定为你关上了一扇门。我跟老刘啊，老同学、老同事，20多年了。我跟他在一块的时间，说实话，比我跟我媳妇在一块的时间还要长。我个人建议啊，你还是得有个思想准备，为你的未来还有前途早做打算。弟弟，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么互撕。互相伤害，当然，我个人觉得留不住你，你走吧。是刘主任不要我了吗？这话我没说啊。擅自将分配好的肾源调整给别的患者，这事儿要报上去，那这事儿可就大了。你擅自使用这肾源，它就是违法的。你这台手术它就是违法的。手术开始之前，九床就已经死亡了。那颗肾源到了我手里，就剩下不到一个小时。就算我不给他换上，那颗肾也废了。就是废了，它也是属于九床的。九床不用，必须回归系统重新分配，这是规矩。没有按照你的规矩，就又死一个。我给他安上，多救条人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你确实是做了好事儿，救人嘛。直接说后半句吧。后半句就是，违反了规定，就必须接受处罚。接受，我接受，但是我有个小要求。你说，把陈辉从外科给我调走，别看见他我脑仁疼。那你自己说去呗。陈辉医生，院长让你过去一下。其实你离开外科也不代表你离开医学啊，只不过是你离开了你最不擅长的那部分。你在骗我，刘主任不要我，外科也不要我，
常辉医生，要不要我帮你约一下主任？我帮你叫个车吧。不用，谢谢。说下九床转三十五床这台肾移植的手术，现在院里下了处罚结果，所有参与手术的人都要扣除二分之一绩效。按规定，昨天这种情况应该先要报备一下伦理委员会，得到确认之后再把肾源给新的病人。可是等人到齐了，会开完了，肾源早就用不了。但我们确实违规了，好在王医生去伦理委员会及时说明的情况，才没有酿成大祸。但是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规避一些私下交易器官现象的出现。我其实不太担心你们受到这个处罚，谁年轻的时候还没挨过打呀？我其实是担心，因为这个处罚打击了在座的各位作为一个医者的信仰和良知，以及你们不顾一切去救死扶伤的勇气。我希望我们的外科能重新振作起来。陈辉呢？我没看见他。派长能跟你说句话吗？急事就一句话。陈辉跑了，离开医院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怕他走丢，给过他一块定位手表。哎，他在家呀？在家。啊，你看看门口地毯下面有没有钥匙。找到了，他不在家。那你看看他的手表是不是在家里？人贩子应该看不上了，算是不小心把他给拐了，也得哄。你别不把事当事儿。他现在不没回家，他又没有地方去，他会去哪儿？你告诉我。哎，帅哥，来洗头啊！哎，别走啊，帅哥！哎，帅哥，你回来，我给你打折。你回来，给你免费。如果陈辉出什么问题，我第一个我。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后来他直接就关机了，我真的一点线索都没。陈辉挺理智的，不至于做出极端的事来。您看，您送他那定位手表，他都搁家里了，说明他就是不想让我们找到他。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自己想去的地方吧。哎，小伙子，找谁呀？琪琪。琪琪，有人来看你。是谁呀，妈妈？你猜。陈辉医生已经上楼了，马上就到了。啊，妈妈，你别让他上来，你别让他上来。哎，啊，陈医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琪琪不太想让您看他。陈医生，你怎么来看我了？贺医生，陈医生的笔记本我给他放在抽屉里了。等他回来了，你跟他说一声呗。哦，知道你为我担心，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真的。哥哥，你该回去了吧？我可以多陪你玩几天。你不回去过中秋节吗？我没有家人。陈医生，我和妈妈是你的家人，可是我也快要死，如果我死了又没有人陪你。不会让你死的。其实我很害怕，我怕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人陪我妈妈了。你想你姐姐吗？他一直在这里，我觉得这里很疼，因为他一直在这里。那他就在这里。所以，我也会在你心里，对吧？对啊，你一直都会在我心里。烟花好美。
我可以继续当外科医生吗？我看可以。那刘主任还会说我吗？那我说了算。我去看姐姐了，我送走了她。这一回我把心放下了，因为她永远都在这儿呢。掌柜，你今天到了医院一定要跟刘主任道歉，你给刘主任鞠躬，还有给所有人都鞠躬，就说尊敬的刘主任，我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愿意接受处罚。尊敬的刘主任您好，我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擅自离岗，愿意接受处罚。尊敬的刘主任您好，我违反了医院的规章制度，擅自离岗，愿意。行行行，谁给你写的词儿？潘院长吗？下次不管去哪儿，至少先跟潘院长打个招呼。主任，你找我。哎，尊敬的潘副主任您好。哎，什么情况？潘院的意思，我要再不收他，就跟我举行遗体告别了。尊敬的白副主任，你好，请坐。哎，少来这套！你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你到底去哪儿了？以后有事先请假，不请假就是旷工，你知不知道？请假和旷工扣的钱完全不一样。我要出差几天啊，有事找白纯，没事别烦我。主任，要不您带我去外地得了。我宁可跟着您伺候您。不是，你长得跟三星堆同仁似的，拉低主任的档次，别出去给咱医院丢人了啊！三星堆是国宝文物，你知道三星堆现在多火吗？赶飞机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哎，润，长得是挺像的啊，要不然你干脆去给国宝当形象代言人得了。27岁，在野外攀岩的时候被爆破了3/6后背，现在属于昏迷状态，有内出血的情况。我们已经给患者输了血，伤口实在太小了，一直找不到出血点。你怎么来了？你们两个都是我搬来的救兵。主任让他请直接检查了。非不利用。谢谢王医生认可。不会聊天吗？小白，什么情况？赶紧来扶一下，快！来大夫。白老师怎么了？没事儿，就是有点累。让白老师您扶我走吧。好。小袁，白医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太累了，有点低血糖。掌柜别愣着，少出一点。病人血压下降。直接先给我。不行了，受伤要80，血压降太快。掌柜，病人血压下降，呈现休克状态，是典型的动脉供血不足，骨盆横膈膜的窗口较深。有可能伤到心脏的是后肩状况，阻塞动脉的原因应该是有十字一类的异物进入的血管，造成了二次伤害。找到了，在这儿，在第7跟第8根肋骨中间，十字划破了动脉根部。确定。从伤口上看，从骨盆到肠皮到横膈膜，下一个创口只能在左侧肋间最上动脉。确定是这儿。开中气。再高了，再低一点。在分叉附近，把灯再打深一点，再打深一点，在这儿，找到出血点了，分叉右前方出血已处。这小子脑子是真清楚，有点我当年的意思。王老师先，我来。谢谢你，郑辉医生，找到了出血点。谢谢您让我工作。嘘，我没有权利让你工作。嘴上爬脸门，别到处乱说，回头传到主任那儿，咱俩有远失重。主任可快回来了，你们两个，检查写了吗？写了。你什么时候写的呀？我写完了，而且我放在了主任的办公桌上。你也太鸡贼了吧！你写完你不告诉我？何彤，你没写啊？我写了，而且我都快递给主任了。塑料兄弟啊，名不虚传。张奶奶，咱们别生气啊，这点小事不值当的，计划的事呢不值当啊。什么情况？白主任，5号床的病人称4号床的病人不注意，强占了4号床病人的床位。5号床的病人他非得住在4号床，4号床的病人不让5号床的病人住在4号床。那么现在4号床的病人该怎么办呢？等会儿你给我整懵了。我就去上了个厕所，回来他把床给换了。谁让你上厕所看不住自己位子？你这个人真是浑身不讲理，你还把整个屋子弄得臭烘烘的，天天吃那些臭鱼干。这鱼干是送人的，这不你家，你管着吗？那也不是您家，
这是医院，不是说换就能换的。这床有什么好啊？四号，多晦气啊！我愿意晦气。慢着，好好听你的，听你的。这个床位呢，离窗户近，空气好。我也觉得哪都行，可就是这两个人太霸道。您就当捡了个大便宜，好不好？还有您两位，这个鱼干也别吃了啊！鱼干是腌制品，里面含有亚硝酸盐，会导致胃部不适。这个呀，是我大老远的专门给你带来的，不能收。不收？真不能收？那麻烦你直接扔垃圾箱。血压90/55，半小时腹部审查，颈部疼痛活动受限。脊柱 CT 结果怎么样？颈部骨折滑脱，环椎左侧侧冠粉碎性骨折，并位移。C6椎弓骨折，并椎体位移，椎间盘脱出，大概率会是高位截瘫，送 ICU， 请骨科会诊。好的。你怎么来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刘主任，我在未经您许可之下，我就把陈辉医生请来了。刘辉，过来坐。我在 Nature 上看到了陈辉发表了一篇论文，脊椎 3D 造型重构，相当惊艳，让我眼前一亮。而于洋这个案子呢，到目前为止，国内我们目前没有更稳妥的治疗方案，所以我就把陈辉请来了。陈辉，这个时候就别藏着掖着了，上。后入路行环椎左侧侧块椎弓根螺钉内固定加术后颈托外固定 C7 椎体骨折可行前入路一次全切除时受力点很容易被破坏骨折的碎片会被挤入椎管损伤脊髓导致死亡那就增加头侧的牵引力增加固定装置保证颈部的稳定颈部的稳定系统由于椎体的骨折失去了稳定性会损伤滋养动脉影响血供那就提前做凝血处理会增加出血风险钝性分离开辟术野这个我还是有把握的椎动脉没有回缩能力一旦破裂出血压迫脊髓本来残留的神感觉也会被破坏我觉得第三个方案是比较可行的这物理治疗呢加上药物上的配合呢大大能减轻患者本身的痛苦这个方法导致死亡行了你也回来吧他是来咱们骨科砸场子踢馆的我还有最后一个方法您说北京的丁丁张小刷的团队现在正在做脊椎 3D 打印重建技术研究他的这个构想和陈辉的想法很相似太羡慕你了能跟骨科大咖一块做手术我跟白春医生说过了您要有参与我就不参与你要不要再好好想想他不该提他了吗大夫我儿子还有救吗当然有救了放松放松我为他准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保守治疗要靠他自身的修复能力来康复他会终生瘫痪第二种方案那就是手术治疗如果成功的话他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当然了手术是会有风险那个位置有脊髓和丰富的神经如果处置不得当的话就会导致死亡和高位截瘫陈辉医生目前呢状况就是这样我也无能为力我一定会找到方案人不会丢的那找去啊夜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好老太跑了跑了等一下10:34老太太一个人出的门鬼鬼祟祟的去哪儿呀、啊、她这是方大看看她摁的几层金仓太太快快快何奶奶你千万别乱动老太太不像是来看病因重病或其他医疗事故死亡吕国平作为受益人将获得800,000保金今年村子里啊组织我们到县医院检查身体我这儿长一瘤子他为什么不积极配合治疗啊他为什么要抗拒治疗啊抗拒治疗你看这些都是他扔的药奶奶您放心等会儿给您煮到的是我们江院他是特别厉害的外科医生四床何艳芳这是我们新年轻的病人奶奶安心做手术嗯哎干什么哟是酒精病人想喝酒精你想死在手术台上
造成医院医疗事故的假象，这样你的先生就会获赔800000医疗保险，这是违法的。我想死在手术台上，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在手术台上死了，我就能得到800000的保险金，对我太好。我欠他，我想救他，我不想自己活着，我想救他，我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何女士，我们院里经过商议决定，给您的爱人免费做手术。真的吗？这件事是我亲自过问、亲自落实的。您看，谁来了？我都住进医院了，是真的。你看，核磁共振的结果为良性，可治愈。好，王院长，白医生，咱们准备手术吧。陈辉发表的一篇论文，有抄袭丁玲章教授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关于骨科的论文的嫌疑。两篇文章呢，我都看了，确实很相似。不会吧？是不是看错了？你怎么知道我要用人工血管？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成功了。我自己写的，你没抄袭。昨天晚上孟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科的医生举报陈辉的论文有抄袭的嫌疑，确实有大量雷同的内容。全是麻烦，从那一来全是麻烦。陈辉医生舞弊，不可能，这不可能。白医生好。白医生，到时候再传。别问，那也不能告诉你。这个怎么了？他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原来他们抄袭。这怎么可能呢？陈辉怎么可能抄别人论文？别人不抄他的就不错了。就是说呀，他们怎么想？难道是因为这事儿，陈辉才不愿意帮丁明章打下手？我也这么觉得。陈辉出了点事儿啊！这个论文我还没细看，陈辉怎么办？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您问我怎么办。你写的越清楚越详细，这对你自己才越有利啊。保持沉默是你的权利，但它并不能证明你是清白。陈辉，我真想帮你，但它证据摆在这儿了。我没抄袭。陈辉，你是不是有情绪？没有情绪。没情绪让你写材料，你一个字不写？写什么？写材料。那个论文是你写的吗？我自己写的。是你一个人写的？我自己写的。完全没有人帮助过你？我自己写的。陈辉医生这篇论文的课题来自于丁明章教授的课题，所有的数据也都是从丁明章教授实验室获得的，这一切都是在丁明章教授亲手指导下完成。我说的对吗，陈辉医生？潘院长呢是菩萨心肠，好，你也少惹点麻烦吧。哈，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抄袭了没？到底有没有？我自己写的。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余阳的手术方案我都看过了，做得很有创意，里面细节部分还是找各科的主任们再碰一下。陈辉医生，你怎么来了？余阳的手术方案，这个院里不是让你不要参与余阳的案子了吗？我写了手术方案，但是手术我不参加，丁教授参与，我就不参与。是做手术吗？是啊。怎么跟他说呀？你说。我说不合适。我说不够。你说。会说。陈辉，这台手术你不能上。为什么？在你论文抄袭这个事调查期间，你不能上手术台，不能查房，不能接触任何病人。那我作为一名医生还能做什么？我想想。你也想想。就这形势肯定是大局已定，越往前迈丢着点。关于外科住院医生陈辉论文抄袭事件的处理决定，我们今天过会。丁教授是当事人，他表态了吗？陈辉确实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过2年，但是中途由于各种原因，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实验室。丁教授还说，他对于陈辉发表的论文不做评论，对于陈辉本人也不做评论。丁教授是否要求这台手术陈辉医生必须回避？确实是这样要求的。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讨论一下陈辉医生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按照相关规定应该开除的。我们也要表现出我们捍卫学术清朗的决心。其实咱们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陈辉医生在丁教授的实验室工作，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论文有大量的内容重叠。那就凭这些事实，我不认为我们就可以断定陈辉医生抄袭。那听您这意思，好像是丁教授抄袭了陈辉的论文。我可没那么说。那就投票吧，这大家都很忙。同意开除陈辉的请举手。
陈辉是我们外科的人，其实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陈辉，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儿，但他是一个有天分的青年医生。抄袭这事儿吧，据我对他浅显的了解，我觉得不太像他干的事，我反对。我尊重大家的选择，如果我保留个人意见，那就通过开除陈辉。这么大个医院连个孩子都容不下。我问你句话，你抄袭了吗？没有。好，这事儿翻篇。我看了陈辉关于于洋的治疗方案，想象大胆，邱正言，等一下刚好有一台肾移植手术，我邀请你参加。今天这件事谁要是说出去，那就是跟我王凯过不去。小兰，你坐下。这台手术没有陈辉医生。可以有。陈辉医生，今天这台肾移植手术你来主导。好的。手术开始。这次参与准备手术的是我们骨科、外科还有麻醉科的顶尖精英，希望各位呢能够配合丁教授，咱们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这个方案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出色的一个方案。是谁出的呀？陈辉。这个方案虽然是陈辉出的，但这个人很快就会离开。血液循环恢复得很好，缝合完美，可以关缝。陈辉，你是个好医生。这可能是你在这里最后一台手术，院里的决定你应该知道了吧？在这儿就算是送你了。谢谢主任，谢谢大家。我不认识丁明章教授，但你是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很愿意相信你，现在这没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你必须说陈辉，我知道你是个不会撒谎。不行。行。陈辉，你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在这个医院社死，这个行业都没你容身的地方，你还想去别的地方？别做梦了你。何童，你别这样，他不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过我永远不会说，就不能说。我知道你们两个人对我好。谢谢。院长，我开车送你回家。院长，我帮陈医生叫过车了，要不晚上来家吃饭。我还是可以给你看病。陈辉论文与丁明章论文的异同，经过仔细核对两篇论文，虽然论文在数据引用上采用了同一组数据，但是结论却非常不同。你得出什么结论了？我的结论就是，两篇论文虽然研究方向一致，但是结论和价值完全不一。这就是为什么陈辉的论文可以发表在 Nature 上，并且引起行业轰动，而丁教授的论文虽然发表了，但是却默默无闻。可是现在仅凭这两篇论文的异同已经救不了陈辉了，你尽力了，邓岩。我替陈辉谢谢你。我入职以来见了王凯医生喝过342瓶葡萄糖，你可不能说谎啊，陈辉。我说的是事实。王凯是你的代教老师，你有没有见过他私自饮用手术室的葡萄糖？就是，就是你王凯吧。医院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医生。你二位喝过葡萄糖吗？那玩意儿好喝吗？外科医生在台上一站站10几个小时，要不是渴得不行，谁喝那玩意儿？那是我们外科自己的福利，我们外科自己出钱把这处分顶王凯脑袋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弄得满城风雨的，让王凯怎么坐着？马上要评副高，这副高怎么评？咱就说王凯医生这个绩效很滑吧，3天2头请假，不是老妈生病就是媳妇儿生孩子。你他妈账面没有娘没孩子呀？
没媳妇儿啊？按理你的逻辑，在你这医院当大夫，就不能娶妻生子，就不能替老娘尽孝了呗？就退一万步讲，他这种情况评估高，我想大家心里都会不服，院里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该说闲话了。谁会说闲话？王凯来医院多少年了？兢兢业业，为人和善，小心翼翼，就怕得罪人，就怕得罪小人。谁会说他闲话？闲人，我看这医院你最闲吧。342平葡萄糖，你怎么说？白主任，我觉得会不会错过？怎么说，白主任？342平，陈辉说的对啊。他看见王医生喝了342平葡萄糖，也就是说王医生做了342台手术，这是陈辉看见的，还有陈辉没看见的。王医生至少挽救了342条生命，喝点葡萄糖怎么了？我也喝过，你不是还给我递过吗？手术对外科医生的体力消耗有多大你知道吗？往往背靠背拎着好几台手术你知道吗？一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不上台。喝点葡萄糖有助于恢复体力精力，这些钱我们科室垫了。据我们所知，医院好像并没有这项规定。现在有了，由这位主任定的，已经送院办报批了。那王凯收患者红包的事儿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不可能，王老师不是这种人。王医生确实困难，典型的月光族，老二刚生，媳妇儿没有工作，喝个咖啡都要攒好久的优惠券。但是反过来说，他要是收了红包，日子能过得这么紧绷吗？是吗？王老师没有收过红包。这外科就是牛吗？咱们院这么多科室，为什么只有外科是这种情况？难道你不该想想自己吗？不该反思些自己吗？我反思啊。这主任你当啊。缺血性，不会坏死。如果老太太没有基础性疾病，那建议手术治疗。术后也许会出现啊，比方说肺炎呀、血栓、褥疮，有可能骨关节脱位的。我得好好想一想。老王日子过得这么紧，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哎，小辉哥，我咋没看见你家兰兰呢？马兰是 ICU 主任，你看见他不麻烦了吗？回头完了，我让他给您请安啊。我这疼，你还逗我笑。对，吃叔想跟您说两句啊。我现在天天在家带孩子，我没时间过去看你了，别怪我。哎呦，不怪不怪，你生孩子我还没帮上忙呢。等着你出院那天，我再带孩子一块过去看看你，到时候我请一天假，咱一块回山东玩玩，好不好？是是，好。这葡萄糖的事我跟他解释清楚了，红包的事如果是真的给人退回去，问题不大。老王，这屋里也没有别人，交个底儿，你到底说没说？那我儿子王阳大海出生的时候，你们不是都给红包了吗？我收了呀。有患者也给了吗？都交了都。不是，你患者来有个塞红包的时候，他打架一样，就咔硬给我扯坏了，都快在那儿。我硬给他退回去，那怕万一他那个什么，到时候犯病了呢？该交的我都交了，没交的我后来也都是当他们医药费。都啊，陈辉，你是一个自私狭隘又绝情寡义的小人。我丁明章。从来没有举报过你抄袭我的论文。我对外是个医生，对内是个导师。你被开除与我无关，我不要你们做这件事情，坏掉我一生的清明。关于陈辉是不是抄袭您的论文，还是请您明示。请你注意我刚刚说的措辞，我丁明章从来没有举报过他抄袭我的论文。你在我那里待了两年，我给了你课题，给你提供国家级实验室，你师姐照顾，给你打饭，你师哥为你打扫宿舍卫生。我说过我不挂一座，让你师哥挂，你挂二座，你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要让给他？他为什么要在我的论文里数钱？别听丁教授把话说完。因为有了这个署名，有了职称就可以留校拿户口，就可以把老婆孩子迁到北京，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他和你不一样，你是要去当医生，搞医疗实践，可他呢，他得留在院校里搞教育，搞科研。听你这么一折腾，硬是不让他署名。现在好了，婚也离掉了，职称也没评上，你说你是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小人？丁教授，我想不通，我应该把您署上名，但是大师兄不行。我说过了，我不要署名。他是你带出来的，你说他薄情寡义，那你不跟你学的？你刚才扯的那么多的理由，在情不在理，谁规定做饭打扫卫生就有权利在论文署名啊？还有离婚还职称，那跟陈辉有什么关系啊？不是，照你这个逻辑，那你媳妇天天给你做饭也应该在你的论文上署名了，对吧？你丈母娘给你带孩子也应该署名了，对不对？啊，我问你，如果你现在是陈辉这个年龄啊，你的导师假
诚心不读你的论文，要转赠给另外一个同学，你什么态度？你会答应吗？不好回答了吧。好，那我问江院长，江院长，你是我们医院的一把刀啊，学术带头人，如果年轻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你会把论文交出去吗？这个，哎呀，还真不能。连你带陈辉2年多，你竟然没有发现他有交流障碍吗？想过为什么吗？陈辉有中度的阿斯伯格综合症。确定？那他有病，我做得够意思了吧？对，您是真君子。把刚才你说那话，我真是挺感动的。文天丹一句话，你感动？他那是感动他自己。红包的事儿，调查结果出来了，你基本是清白的。稍微咨询一下啊，为什么？啊，就是因为有人莫名其妙毫无根据的举报你，我这个副高说评就不评，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呀也真想给你解释清楚，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其他医生都没有被举报，就你被举报？我清清白白的。我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提前跟我们反映，提前跟咱医务科还有刘主任说一下这个情况。现在来看，我估计你这个年终奖可能拿不到全额了。那我这个会扣多少？至多一半吧。副高你不给我拼，想尽你现在扣我一半，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们啊，我就是你执行者，你说你生什么气？王老师，你母亲快去看一眼吧，快去看，我给你打电话一直都不接了。请看看出现短暂性脱屑，腹口突出了一些咖啡色的液体，我怀疑是鲜花道出血了。我已经做过了，做过了，胃部现在没有活动性出血。胸腹部长静膜动脉小淋巴结，皮内丁密度增，那应该不是股骨头引起的，这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啊。辛苦你帮我找一下消化科的李主任，谢谢。王老师，陈辉应该在医院附近。今天上午的时候，丁明章教授跟两位院长都说了，陈辉医生论文抄袭的事情是假的，现在全医院都知道这件事情。ECD，菲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综合症。现在会诊的结果是要做手术，你同意吗？我不同意，阿姨年纪大了，术后有巨大的风险。结合阿姨的症状，只要对症下药，采用生物制剂治疗加抗利尿激素补充疗法，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这个方案的风险要小于手术，最重要的是便宜，你可以承受。谢谢你为我考虑的这么周全，来楚云的这段日子长大了。是啊，谢谢。检讨写好了，老司机就是快啊！因为副高也没评上，老娘都生病了，家里有两个孩子要养，我扛不住了。这才三个理由啊！你编够100个，我就把你放了。那好，我怎么说咱外科部正好空出一个位置来，你等成为那么快？我想让谁回来谁就回来啊！我也不想让你走了。陈辉他像我争取一下。这不能要，这不能要，这我跟马兰的心意，我真不能要。我拿这个付钱。疯的原因是自己藏了私房钱呗。滚。也确实没有抄袭，但是医院的这个人事系统一旦审批过了就很难再更改，要想重新入职就得按流程重新再应聘。就是上次咱们全院开大会不是已经宣布了对陈辉这个处理决定吗？就这字儿我没签，骨科老孟也没签，妇产科这个老吴也没签，
是为了老大爷没想的，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陈辉现在还不算离职。这是我们各科室老大给领导写的请愿书，这是老大爷。陈辉相处的这段时间，对他有个新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陈辉这样的青年人个机会。老吴的，陈辉是个好苗子，你做的没错。我们副科就没有签字，而且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签字的。老孟啊，还是那句话，他要是愿意来我们骨科，你可不许跟我抢啊！希望领导能够明鉴。哎，这人都到齐了，你跟主角提一杯吧。失礼了，各位，我成了逃兵。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这么多年多有麻烦，多谢照顾。二一，飞黄腾达！喂，大龙，主任，高速发生连环车祸，马上大批伤员送过来。你们现在能不能来帮忙？浦东高速发生连环车祸，很多伤员只往一个来。大花，动作迅速，快快快快快快！你喝那么多酒，今天就别去了。龙总，搭把手。嗯。你就不用了。哎呀，我也是医生啊。从现在起，我和我这三位助手就归你调遣。特大车祸，轻伤34，重伤18，5人死亡。我们医院将接收10名重伤、15位轻伤患者，拜托各位了。重伤，啊！别人出血，赶紧抢救室，快！飞机室，快点，送到武汉。执行王，先走了。班长，看一下，重症贯穿伤，需要马上处理。开腹，这病人大出血已经休克了。你上，你上。这是一个贯穿伤，有可能伤到肺部，比较危急。这病人交给你了，收治走。他是我的病人，这个病人交给我。他现在不能上台啊。这台手术我来顶，你们去忙一点。不是我上的，你可以的，你真的可以吗？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加油掉了，给你。王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这个事情情况怎么样？腹腔出血，必须马上剖腹探查。血还是正不上去？马上手术，让我手术。好，我给你当医生，你可以的，当你。走，手术开始。何哥，阿远，以陈辉现在这样的身份进手术室不太合适吧？你现在说话才最不合适。你没看救人呢，现在我在脑子里面给姐姐做过几千次手术，每一次都失败了。打开一条通道，将钢筋与身体分离，使钢筋充分暴露，才能将钢筋稳妥地取出来。随时准备阻断大出血。姐，长得真漂亮，叶叶医生，这是你独立主刀的第一台手术，很成功。谢谢你，师傅。我现在不是你师傅了。你认为是钟秀伟吗？这话我爱听。
陈医生，你会回来吗？我不知道。我希望你能回来。我也希望你能回来。我也希望我自己回来，不过我可能回不来了。但是不管在哪，我都会是一名外科医生。小可爱，你不是用魔法？什么魔法？月亮魔法。小可爱的魔法可厉害，上次帮助一个病人实现愿望，可是现在没有月亮呀。这个季节太阳出来了，月亮还没下去呢，在那个楼后面呢。那我试试。月亮月亮帮助我，帮陈医生回到我们医院。回咱溥仪医院吗？一竿子吹到三亚去了。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准啊？郭老爷说事儿。丁明章教授邀请你参加玉阳那台手术，让你做遗嘱，他答应帮你出一份声明，证明你的论文不是抄袭。欢迎回来，陈辉医生，你能回来简直是太好了。哎呀，这段时间都快把我给累死了，我都产生幻觉了。我刚才生生把这看成大海了，我。岁数大，年华。学坏了一下。哎，他怎么那么高兴啊？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哎，这小子不可能会回来。哎呀，哎呀，哎。充耳不闻，闭口不言，视而不见。阿妈妈，我没有装傻，能忍心吗？就把我丢下，阿爸妈。美丽的童话可以信吧，我自问自答，天晴阵阵，夜晚不害怕，有一只蝴蝶在我身上飞来飞去。寻寻觅觅，小心翼翼，不露痕迹，小心翼翼，不露痕迹。夜深人静，大梦初醒，灯火通明。你对我说声把总会自己好起来。姐姐，你怎么会叫我姐姐？叫错了。我妈妈也叫我姐姐，我的家里人都叫我姐姐，你也可以叫我姐姐。姐姐。哎，这是我自己折的，听说如果有人收到很多很多这种鸟，就会有好运气。这个不科学。但是折纸可以锻炼手脑眼的协调能力，延缓老年人记忆力下降。你才老年人呢，你可以解释一下我的病吗？你得的是淋巴瘤。我是知道的，什么是淋巴瘤？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结和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最终会侵犯造血系统，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他们，我是不是很快要死了？有治愈的希望。真的？五床家属商量好了吗？谁签字？有商量着呢。那大概需要多久啊？哎，这个病不能等。这钱呢，到底怎么交？谁摊多少钱？谁来护理？怎么轮流？这一商量，大概就得个两三天吧。就是这个病吧，最好要立即开刀。哎，我说你这个丫头片子，这是我老伴，他跟我一辈子了。这老话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说，到。
你就不应该要的，你寒心不？别说。多亏了手机定位，要不然谁会想到你在这儿？其实你尽力了啊！我是医生，能治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治好每一个病人。我觉得他和姐姐有关系，他让我想起姐姐，相信我只能看着姐姐离开。我跟琪琪说，我会努力治好她的，但是我知道。现在治不好他，你的不叫起源呐。现在关键的是你愿意不愿意从现在这个状态当中摆脱出来。你现在这样，你是在浪费时间，浪费自己的才华。你应该回到实验室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以后还有无数的奇迹。